今天呢又来开箱包包了啊！今天是主人陪我一起哈，主人陪我一起。天哪，哇，你们家做的好不错耶！在大厅，我们刚刚前面刚一起工作，然后我上次就约好说，哎，结束一起去拍你家的包包，因为他最近我看他也是哈，哎，每次都背不同包包啊，小姐。没有，因为我以前呢，应该是说我在生黄金之前，我对于包包我就是不太了解。对，我对于就是我就觉得，哎，那种一两千块那种，像就够用就好了，够用就好了。然后是因为我跟怡佩主持那个网络节目《不可不漂亮》，不是去了很多 YouTuber KOL 家吗？之后才开始认识，就了解，我才发现，哎，其实精品包它是艺术品，包罗万象，对，真的。对，然后加上它其实是一个传承的概念，而且是就是一个穿搭的精神。对对对，传承的概念。好，我们花钱是怎样把它变成另外一种东西？对对对。哇，来过很多次，对，还要假装很新鲜。哇，你家长这样哦？对，来过很多次，每次来必过敏。但是他们现在换了新的空气清净机之后，我就没有再过敏了。这一台推荐给大家。哦，伊莱克斯的。对，这很厉害耶！我以前还都会打喷嚏耶。重点就是有猫有狗有小孩的地方，其实保持的算整洁吧。哎，比我家还干净，对吧？对对，哎，你第一次来哈？对，没来过哈，很夸张哈。因为 D 卡上面说什么我很脏的拜托，真的假的？有人这样说你？他没看过我房间。怎么了？老婆在睡觉啊。好，那我去帮你扶你老公。老婆不能给的，我给好不好？怎么了？啊？我今天老婆说一个企划，就是要我当你一天的老婆。今天就有我，哎，你们床很大，很适合。其实我们两个比较搭吧，不觉得吗？你不觉得我们两个这次比较搭吗？哎，你可以拍一个新企划，哎，真的就是服务剧的一天。对呀，毕竟老婆比较冷感的部分。我那么怕，哎呀，试过了都回不去了。我那边的回馈是这样子。那我们要开箱老婆的包包哦。我等一下拿出去，所以你就可以继续睡了。好，还是想要听我讲话，听我的声音。哎，我的包包呢？在哪里？你看，结婚之后就是比较少东西。真的哎。衣柜是我跟 James 有的。啊，真的吗？啊，你衣服平常那么多在哪里？哎，其实我衣服很少。还是在工作室？没有，就这样。可是我之前有记得你有很多很多很多衣服，那些都不见了。就生小孩之后就半折了。哦，就只要穿一些你平常会穿的，而且你穿的都很，就是都很大地色。对，素素的。真的假的？这是你的衣服？然后下面就是我的运动。不可能，这是你全部的衣服。没有，然后这个就是短裤啊，裤就是分类。哦啊，但是一些什么赞助，你就穿一穿，然后就二手卖掉，就卖掉。啊，你很会断舍离耶。二手卖掉，然后这就是我所有的彩妆跟保养。嗯嗯嗯，真的很。那你真的是就是你不会那种硬囤货的人。以前我会，现在比较少不会了。有小孩之后就觉得能断就断掉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你包包在哪里，然后再拿出去。我刚刚你最常问人家的，我有看你其他包。对，包包在哪？有没有厨师啊？有没有厨师？厨师在哪里？厨师啦，你厨师在里面？最近新买的，小小。竟然有室内的厨师？新买，但我觉得它的缺点就是因为它是给衣柜要有充电线的，就是那个线的人。哦。如果衣柜没有线的人，其实这就是。啊，那个会积水吗？有啊，它的水在这边。然后就定期换这样子。对，它的水。哦，好酷哦！如果是放那种。包包柜的话就可以这样子哎、欸，对，所以我就是把它放在里面。嗯，好，那我们拿出去外面介绍了。OK， 让你睡觉好不好？还是一起床了？差不多。那我们就在这里就好啦，这里很凉哎、欸。我人生第一个包是我在。哎、欸，先是自己看问题，我都还没问。哎、欸，我也是第一个包啊，对对对。2021年买的。哎呀，来来来，要发。来，哎、欸，拿去逗猫，拿去逗猫，逗猫棒，逗猫棒。这个还可以再回去接回去的啦。第一个，你第一个就买 Chanel， 为什么？啊，我思考了半年，因为他那时候我买的时候是12万，方胖，然后现在已经涨到17。现在不是说涨多少，是的，方胖是你根本就买不到。买不到啊！那时候买了他还想说我还有多少个业配，但我很少看你背他哎、欸。哦，因为我觉得他这个是我第一个包，是我最珍藏，所以他是、第一个包都会特别爱惜，是不是？对，现在他是在我婚礼。比如只想他哥哥婚礼，我就背，就是重要场合，对，或者是活动出席。那我都其实12万，你那时候买12，那这现在可能20都买不到。17，我问到好像17，
十。可是方胖真的很难找。你说的二十是有金球。对对对对，金球的二十。然后对，就是，而且我那时候，我还问了很多身边的朋友说要金的还是银的。因为第一个会想说我要买到最经典，就是买黑金。对。可是黑银真的好好看。但是因为金色在这个方胖对我来说不适合，金色会有一种复古，然后会有一种奢华的感觉。对对对。对对，所以我喜欢银的，好好看哦，而且你保存的超好哎。很单，而且没有。可是你跟链子一起保存，它还是会有微微的一些摩擦、小压痕这样。对，然后我就什么卡片全都留着这样。嗯，就是。但是你的包你也没有买一些内胆包哦。我就还好，就是属于那种，就是把它，就是。对，用完一次然后放回去，但你就。对。就是。对，你算保存的很好。哎，没有哦。可是你背包包的时候，你也不会特别因为。被包包局限住是不是？对，不会，因为我还有小孩啊。对，他还是看得出来有一些小刮痕、小刮痕。对。但是就是因为有小孩，所以呢，就是走这种，还是可以装得了手机、钱包、钥匙的。对。我就是一定要手机、钱包、钥匙。哦，你不会买大背，就是那种真的是背包型。小背包，因为而且我买背包，我会一定会被骂。对。有人会骂我，你为什么要买这种背包？然后什么东西都装不下，还要装到他那里去？一定，这个手机装得下吗？可以，而且方方它真的是，手机钱包钥匙都可以进得出，对，容量算蛮大的。对对对对对，方方，而且这个体型刚好符合我。你很适合，但我就会显小。对，但是它的链子还是，我觉得香奈儿就是链子还是相对比较长，对小资女孩会相对比较好。对对，我很喜欢香奈儿，是它的链长都是为我设计的。就是因为他们的链长，对他们的链长都跟我都超适合的。这是我第一个。但东方女生就要用调节控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再来是第二个，好像是舍利嘛。哦，这个是很多女生夏天会喜欢的。它一开始大爆红就是它的老花款。对对对，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很属于夏天。但它真的就是很容易脏哎。对，它里面东西丢一丢就。就脏掉。对，而且外面这边也很容易脏。欸，真的啊，你看。极不容易脏。你可随便一个，就是你可以是背牛仔裤，然后就直接染色了。对，这种真的很容易长。然后或者是那种你在车上你放着，就会很容易起毛球。远看还好啊，因为我没有带去给包包送洗过，都没有，所以呢就容易长。这个大概4万？没有那么贵，2万多块。那你应该是蛮久以前买的，现在涨价。很久以前买，对。那时候我还这一颗跟巨人说没有出，我们一人一半。你也可以拿。就一人一半这样子，然后呢，那时候买来他说这么小，我说但其实他什么都装得下。对，他容量蛮大的。可以，对。然后那时候什么合约我也把它折一折放进去。嗯。就是我买包一定要就是可以塞的。那你现在是要一个一个介绍你包包的故事是不是？是的，没有错。我们的节目流程是我问题，你一个一个。好啦，你问。你是找不到出口可以分享，你现在。侃侃而谈嘞，什么都想聊，每个包都有自己的故事，是不是？都有自己的故事啦。我们没有在给你介绍你买包的历史，来来，给你看吧，金球的这个颜色很好看。这个之前，但是你看这个就是很容易会起黄哦。这个颜色的缺点会起黄，这是超级淡紫色，它是淤泥色，哦、淤泥色限定那个好像是去年冬天的限量色。对，而且它又是大家最爱的这个金球款，是可以调节的。对对对。我第一次看到金球本人。我看到那么，是吗？林静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到，可是我真的很少可以看到大家买到金球，因为金球比较少啦，真的少，比较少。对，然后大家真的是抢疯哎。那时候有一阵子好流行盒子，长盒子。现在还是。对对对对，但是我个人我买下来，其实我一直很想把它二手掉，因为其实它装的东西真的不多。它是可爱，它里面就很大容量啊。但是其实它里面还有这个口红可以放的，然后。哇，你连这个都没有拿出来耶。对啊，它的这些卡片。就是保存。哎、欸，这个蛋子好好看啊。所以它我只背过一次。这个买多少？这个我那时候好像买了9万多块，10万。而且这个，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说，比起其他，它会相对比较不方便。对，他拿东西的随手性没那么高，但是他装饰感很强。对对，就是装饰。Lady 感，芭比啦，芭比风啊。就是淤泥，但是因为它颜色实在太特别了，因为大家在买的都是黑色，不然就是小黑，对不对？嗯、但是它就是淤泥，就会觉得很好看。所以如果你之后就二手卖，大家想要买，你会私讯你，你会卖它？我会卖它，真的、喔。对对对对 对就是比较没有背包，是不是？对，我比较不会背包。好，你有没有很推荐大家买的包包？很大家你。你看一个一个讲完了啊，还有很多、欸。好了，继续讲，继续讲啦。哎、这个是我难得买的白色。怎么了？为什么你都拿出一些我没看过？你是都买了，然后全部在这里面了、啊？对啊。这个是，这
这个有一阵子很红，它就是有点像钱包的，然后也是可以链子这样背的，很漂亮。但是我很怕它脏掉，所以从来不敢背。我背一次就是一样活动，然后穿白圈。但你怎么没有用你的包包？我发现一个重点，它都没有用防尘袋装着。那我就厨师，你就是里面这样放进去，然后煮。你看，煮这种方套装起来，因为方套真的好珍贵。真的很珍贵，珍这个白色不是应该要更？你这个有背过吗？很新哎、欸，有背过，新到不行的那一种哎、欸，有背过一次，然后就珍藏起来了。对，因为我妈从小就有跟我说，因为我以前不太懂精品包、那我妈是属于那种 LV 那种。这个你可以背背看吗？好像很适合你现在。对，就是我妈是属于 LV 的那一派人，对对对，然后她就会说，哦，这个买包包的就是要传承给自己未来的小孩，虽然我现在没有被传承到那种 LV。妈妈都还没要传承下来，对，还没。他，你们还记得吗？婚礼的时候都背一个长长的裙子，对对对对，哦，对，小小的。哎、欸，你刚刚你这一套很像要去运动，但你一背上去，整个精品直干起来，直干起来，直干起来，小巧玲珑。这个很漂亮，很白，很漂亮。超，我甚至是拿到它的时候，我还要先洗手，好怕脏掉，真的很怕脏哎、欸，对，很怕脏。但而且它这一颗，我那时候买的时候，哇，很贵哎、欸。多少？六万多块。现在应该要八万了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所以就是珍藏起来，我要为我之后女儿，虽然不去。但你这个千万不能跟牛仔裤一起哦。不行。因为我那个时候，我姐也是买了白色的，然后。他就是说，你穿牛仔裤，因为牛仔裤多少都会染色，所以你白色后面就会摩擦染色。对对对，但这个的话，其实说真的，你说它实用吗？它真的背的东西很少，但是因为它实在太漂亮，所以我就没有打算把它。它算是卡表，就是你不能放钱包进去。对，你就是变成你要拿出来口红粉饼，口红粉饼、哦。但是你口红粉饼这种有颜色的东西，你也不舍得把它放进去吧？基本上我外出就是手机、钱包、钥匙。那就只能钥匙，钥匙跟现金本人。对，是这样。可能就是偶尔出去小逛街这样。装饰感，你不要放地上啦、啊。就放这边好。放这边。啊，你那个流浪包要不要先介绍一下？你这个，它真的很流浪，它是流浪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是流浪。如果真的要买香奈儿的话，我觉得流浪包很好。这个是我看过你背过最多次的。对，因为它真的是使用感很强，不会伤哎、欸，不会伤。它就是越流浪越好看，是不是？对，越流浪越好看。而且重点是我上次有试背一下，我发现这个 ，Oh my god， 我要站起来了啦！对对，你背你的。这个是名，这个是叫我名字的包，巨人有没有？很不错，对不对？而且流浪包很，你要看它这样。很好装，它是唯一一款是我可以流浪背法的，它是我唯一带出国背的。哦，它出国感觉很方便，很方便。然后它背法很多，因为它这个流浪包很有个性，所以很坚挺，别人想偷还割不破。哦，很硬，它这个遇到坏人是可以敲昏它的。对，那下面这个硬盒子，硬盒子，但在黑色就是属于那种就最。但这个你伸进去不会觉得很夹手吗？我觉得还好啦，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对，哇，它里面真的是哇，这是一个大的。但是你看，我真的用很久了，你看都脏掉了，就是一个 对。但是我就觉得它还是可以用啊。真的，你这个皮夹感觉历史，这个是你完全没有在保护它了。对，历史悠久。就是你就是把它用到它生命消耗到完全用不了为止。应该用两三年了。嗯嗯嗯。然后就出入一遍。你一直买包，你为什么不想要买新皮夹？我觉得皮夹越就是你能够守财的东西，这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啊，而且它能用干嘛换掉？哦，像巨人的钱包也用5年哎。哦，但是包包你一直换？没有了。包包是收藏，包包是收藏，没有换，它只是一直新增。没有换，他没有换，一直都背这个，只是一直你没有。你不是在睡觉吗？他起来，你发现他？对吗？哎，现在是卧佛是不是？等一下，你到底对于他买包，你有什么心？你有什么？你有什么感想？没有什么感想，就是他可以给他自己的动力。哦，所以你不会很多人就把那买包当成动力。哦，所以他买包你不会生气？不，没有生气，他花他自己钱。哦。而且我买包的时候，我都会问他，他就说你又不是每个月在买包，你是半年或一年才买。他喜欢会不会就没有半夜起来发现他在自备包包？他一直鼓励你买包，但是他自己平常。我会跟他讨论的。像你刚刚出去工作，他刚花了一个小时带包出去逛街。居然也有一个，真的吗？但他就这么一个。我知道还有一个那个斜背的那个，对对对对对，到男生其实蛮推荐那种腰包的。再来就是这个，哎，其实我很多选，我真的很喜欢选的。我看到了，这个你这是他防尘袋是不是？这是小奈的防尘袋，里面 Oh my God， 大小朋友，这个是会大小朋友。
我跟你讲，我那个时候我买了金色，但是我心里一直很想要银色，但是银色一直遇不到。银色本浓，银色本浓，但是我买小号，对，小号更好看。我会买它是因为扣瑞它背了重，然后我那时候想说，这个会有人背这个包，不要。怎么会有人背这个包？我还是没办法理解。但是背了扣瑞之后，就发现天哪，它好好看，而且它好能装。对，你看它的银色好好看哦。它真的什么都丢哎，什么都能装。那你里面你知道你里面有什么东西吗？有啊，就是我会放一些唇膏。你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你长想一想，你什么东西在里面？什么东西？你这个不见很危险哎。来，我看。你不知道里面有什么？怎么啦？怎么？印章啊。哦。哎，这是哦。我爸找到了。你这样子如果去什么东西要找印件很麻烦，你要一直换来换去耶。难怪我今天也想说奇怪，我的小章又不见了。对啊。因为它里面在这放到桌上，现在放到桌上去。对对对。怎么会这样丢来丢去的？对对。然后哦，都是口红嘛。对，我就稍微背一些这样子。等一下，还有个印章哎。啊，爸爸，这个是另外一个印章。哎、欸，印章这种东西怎么可以这样乱丢啊？啊，我之前带这个去银行办事、啊，感觉会比较被尊重。真的有，那很好背啊。都是一些发票、口罩啊。对。对，这个真的很，而且小号的。因为有些人很怕，他说他这个会压个子，可是其实小号就还好，不会，对对对。小号其实背起来就很随性哎，这样子。然后再来就这个是你最近的新欢吧？对，新欢是小的，这个上礼拜才买。上，重点是这个是就是专柜真的是一包你根本，因为我去了很多个，然后有问了认识的 sales， 他们就是说不好没有，而且因为我的小号赢了，我就想说那就mini 款就买金色，而且我觉得 mini 款金色会看起来比较有视觉效果。对，银色在小的上面就会觉得好像跟黑色一模一样。对对对，金色小有一种点缀感。点缀感，但是我觉得它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它里面摆了一个这个黑色，但是你这个黑色你也剪。它其实是你要叠杯的，但你会觉得很压给，是不是？压给，而且没有办法叠杯，你看一个长一个短。可是它这个短的是你故意调成这样的吧？哦，对啦，确实。因为它用了一个调节扣，调节扣，但是这个黑色你要剪掉也不对，啊，你不剪掉就 K 在里面，它也不能让你拆掉，是不是？那、啊、你拆掉，你之后要转卖，你卖不掉，你就怎么？哦，它不能，它拿不掉的，对，它拿不掉的，对，它正常的长度是要让你两个一起叠杯，但是因为碍于你的身高的关系，哈，嗯，就是要转卖给我。碍于身高，它加了调节扣，它两个就没办法对称了。对，然后这个也可以，所以你可以这样手拎。手拎这个是，它是因为我上次有跟他聊，他这个是跟他很熟悉的、很信任的代购。代购，哎，我其实代购都来自同一家。对，因为这家你去这个你去柜上是根本买不到。对。就你知道这多少钱吗？20。没有啦，这个他赚柜价是快17。但你代购就是因为这个一定是要溢价买，这个不可能原价买吧。代购有给我优惠，因为是朋友嘛，所以我就那时候买18。但是这个出来的时候最夸张，你知道吗？22吧。对，它一出去就是前阵子的话，它还是要2223才买得到这个。对对对。然后它的珍珠款更贵，珍珠款要30。我们是付款都分两个账户分款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而且会分，因为它有限额，是不是？有限，不是啊，我会那个，我会觉得一次出太多钱。对，你要分两个账户会比较。会有一种心比较安。这个真的好可爱哦、喔！这个如果真的有，我也是觉得说好像可以拿一个哎、欸，因为我去柜上他都跟我说只有特殊色，就是一些非洲土、非洲绿、非洲的什么。但真的很好看。对，真的好好看哦、喔。对，这样子这边。对，这个好，所以他在防尘袋。这个是。我那时候被好像就很多妈妈不艺人妈妈很喜欢用这个，对，那时候被烧到，但是其实妈妈帮说她不使用，她不使用，你其实这样拿它其实有中毒，而且你这样长期背的时候这里会硬，它这个是硬的，对，硬的，所以如果你要把它当成妈妈帮，你会发现很多人拿它拍照，它不是放桌上放行李箱，不会拿在手上。哦，对，它真的。可是以我能承受的重量，我觉得 OK， 但是可能以你会觉得太重。但是因为里面没有东西，但当它有东西的时候，它其实是很沉重，它是硬的，它算是硬壳的。然后尤其是这边它也是硬的。哦。对，然后那时候我买了它之后，我们就带去台南玩，然后我背到手段，然后就是扣瑞帮我背，扣瑞整日在骂他，他说你这个给我卖掉，因为真的太透了。所以这个你就变得不会，它就是拍照白拍用。
不，我才是把它当妈妈包，并不买的。哦，但是就是不是说你要提一整天，可能是放在车上，放在哪里？对，或者行李箱上，或者是出去朋友，我会招多一点人。这个是牛背，这是中号吗？还是小号？这是小号，小号，其实我都是买小号。这个原本是中号，小号再更小。您这个买多少？我这个买9万多，9万8。现在应该11、12。对，像我上涨价钱，我专柜涨价钱买，结果这些全部都涨价钱买。对，而且好像迪奥不用。迪奥的包，他们好像他们的策略不是饥饿行销，所以不会像香奈儿这样，所以他们其实柜上你要买他们的款式几乎都有了。对对 对, 對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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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，但是这个就经典款，很好看，但是它就是它有出很多刺绣，它每年都会出不同的刺绣，它后面也可以刺自己的名字啊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因为你卖掉，你刺的名字卖掉，就賣你就对不好賣，你就只能卖给 Tiffany 的人。对，当然还蛮好找的。对，但是我现在我原先想把它卖掉，但现在就不会想了，因为我就觉得它其实还是很耐装。它还是有它的功能性在。对，它耐装，就是它太重。对，放在车上可以。如果背的人都知道，它就是其实真的很重。啊，你有没有后悔的包？后悔的，其实就这个，就是这个、哦。对啊，其他真的都蛮适合你的。我看一下，来，等一下，这个等一下。这是那个是重点，是不是？还有，那是新买的吗？哦 ，Prada 这个Prada 三合一。我那时候买的时候是涨价钱，所以我买才买23,000-22,000。Oh、我在专柜买的，而且这里是那时候搜狗，你搜狗那时候是在中签，是不是？那个是在哪里啊？绿馆后面。东区那个搜狗，远东吧，对，然后他周年庆，然后就在打九折，所以22,200。天哪，22,200现在连他们那个都没卖，他们现在那个是39,000，买不到，就是我买那个手提的那个，这个的话应该更贵，这应该5万、喔。这个是如果你想刚踏入精品，又没办法买到像选那样的价位，我觉得 Prada 很适合，而且 Prada 是你用了不会。心疼，不用特殊保养，而且它很好清洗，因为它是那种尼龙款式，對對對，然后它又是那种可以有好几种结构的。对，你这个还可以再另外拿去别的地方。对对 对, 對，我一定要看一下你里面到底有东西吗？有，我发票啦。那个它重重的，会不会没有没有意见，没有意见。对，是公司的大小装之类的。对，没有意见。好可爱啊、喔！他这个我现在第一次看，因为他这个好可爱哦、喔。这个你男生什么的话，自己学去自己。而且这个你可以就是，你可以再把它拆掉，然后你装在你其他的包。对啊，好可爱啊、喔！比较难拆哦。这种就是你知道，名牌包就是一些防窃。对啊，它这三合一是为什么？哦，还有这个啦，链子也可以这样手提。拆掉之后，你就拆掉变手提。腰这个腰夹包。对对对对，腋下包这样子。腋下包。这个蛮推荐大家当入门款的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好像大家入门款都是推荐 Prada 来。对 Prada。真的，对，因为帆布的话好像比较，而且其实你不要看它小小，它很能装，因为它其实它的那个扩充能力很棒。对，它的扩充能力很佳。我最近出门也都是拿那个，我觉得好方便哦。嗯，对对 ，OK， 好，来、接下来这个小资女一定要有一个这个。这个是我买的，我说的小资是身形小资。对对对，而且它我当初也看不起眼它，但是我发现天哪，它好好装。对，我姐也是买了一个这个，然后因为她也是身形，我哥一直觊觎我这个，因为身形偏小的拿它真的好好看，但是我拿它就很像，你知道吗？大人在玩小孩的东西。对，但是它背起来，第一个它价格没有到那么高，它是我买的时候6万，不知道它现在有没有涨价，但是我买的时候是6万。对，但我买的时候是6万。而且你买的这一款是新版的，因为它旧版的拉链很难拉，但是新版的很顺。对，然后再来就是它很能塞，它连相机都进得去。哦，对对对，而且进去也不会变形。对，它就是我觉得很赞的一个包。还有它背法很多，对对 对, 对, 对，你可以双肩背，你也可以把这个扣子拆掉，或者是背一根变成就是挂的鞋的都可以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它好像很多很多，网络上有很多种，就是一直研发出它的背法。我哥一直要我把这个给他。那、你为什么一直不给？不要啊。这很好用哎、欸，而且它这个帆布材质就是也很耐刮，所以旅游什么都不用特别为了它照顾。对，很常看到我背。对，如果旅游就会背。这个如果有小朋友给小朋友拿也会超可爱。对，很可爱。对对对。对，推荐这个 LV 的后背。对，然后再来就是，哇，你真的是要把讲很多包哎、欸。哦，哎、欸，这应该是最相信你频道里面讲的那个精品包，又有优缺点，又有故事，对对对，这是最近买的，是不是？是我跟你在想，为了冲绳买的，然后冲绳，他九月要去冲绳，然后想说，居然有赞助我10,000块，你冲绳这个就可以了啊！没有，冲绳要这个竹编，一定要编织，是不是？然后这个是有巨人有。
赞助我10000块。为什么他会特别赞助呢？他自己也喜欢是不是？因为要求哦，你是不是强制赞助10000块？有吗？我有要求你吗？没有吧。啊，你最新那颗嘞？老公，我清洁了。你坐着吧，我要去见你儿子。哦，这样子。好，儿子下班。没有，等下我要介绍你的嘞。等一下。让他等啊，让儿子等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这个很红哎、欸，我最近忘记看谁拿，就是有一个名人拿，也是好好看哦、喔。对，他原本的那个方形的，我就觉得好像。哦，我知道那个。对。就是他方形的那个最基本款，我觉得哦还好，可是他出了这个圆筒的，然后这边是可以抽绳拉起来的，我觉得好可爱哦，对，好可爱，真的很精致。然后海岛度假风，书边，因为你日常拿可能会觉得哎好有需要吗？对对。但是一到海边，你这种东西都会洗，你海边拿这个刚也晒，唔掉，唔掉，喂，生锈，生锈，生锈哎。欸、海边的这个竹编看起来你整个度假感又在升级了。对啊，你放在旁边摆拍也好看。而且你想说你在这住度假村，你一定要一个这种感觉。Oh, 你仪式感很重。我就是要这样子。这个多少？这个1万多，我有点忘记了。那它不贵耶。18000多。啊，他出了10000嘞。对啊。这个才18000？我怎么记得是10000多啊？怎么可能？我手机在哪里啊？就是好了、啊，没有到很贵，是不是？还没有到很贵啦。对对对，20000，不是20000出头，就20000内啦。哦，那真的蛮值得的。我有点忘记我买多少，反正就是绝对没有超过25000。那它容量也可以，里面装矿泉水都可以，雨伞、哦。就人家说那种小小的随行拍的相机，其实都放得进去。就手机、钱包、钥匙、相机。重点是它拍照一定超好看的。嗯，清清的。对对 ，OK。但至今我还没开箱它。冲绳就要。你是你现在不想要任何穿搭，你就是等冲绳。等冲绳，大家冲绳。你是希望八月过快一点。冲绳大概就会看到 Chloe。嗯，好。会出来哦，最近的了。你说比这颗还要再近？不是，这个是最新买的、啊、你跟他一起同天买的，是不是？没有，这个是前天买的。这个是最近钱，怎么了啦？你干嘛要花钱呢？这个我刚打开看的，一打开是钱，是钱呢、欸。是钱，但是因为应该说我在买方胖的时候，我就在思考我要买方胖还是要买 Boy。但是因为 Boy 的那时候太大了，而且价格比较高，所以我就放弃它了。对。但是 Boy 一直在我心中有一个小小的。你有一个，我知道你买包会，你想要买个性的包。对，我喜欢能。因为像这个就是很个性的。嗯。因为我没办法像你妹妹，很多女生会家里一定会有 Dior 的 Lady 系列。嗯，那你这个包不会太重？但是我没有，因为我觉得我撑不起它，它实在太气质、太漂亮了。对，我没办法，因为你个性有点太大啦啦。对，拿 Lady 插在手上，我会觉得我会被。拿 Lady 的人好像不能一直讲话，但你很唠叨。对，对，所以。然后这个 boy 呢，我会下手原因是因为它是限定色，它是灰色，很漂亮，很好看。因为如果你再买黑色又太多了，我就不会买，我不会下手。这个也是代购买的吗？对，在专柜买的。你直接在专柜买的？专柜买的。Oh my god！ 那你已经自己在家里开箱了，是不是？对啊。你是那种一买回来就要直接打开的那种人？对，我就在看上它。那你会请你家的，你会把猫都隔在另外一个房间吗？不会，还好，就对猫就帮我们。所以这个是有一点灰蓝色，然后配银色的。它是冰川灰，它叫冰川灰，然后冰川灰就是它会在每一个包款上面会有限定的这样子。哦，真的哦。限定，但它之前有出过冰川灰，我没有下手，原因是因为它那时候是像这样子的金口，金就是重。比较重的金色，但重的金色在灰色上，我就会觉得下手太重。对，对，所以我这样子有一种一股清流的感觉。对，然后这个的话，它是浅金是限定的，哦，对，然后刚好又是一个灰的，我觉得啊，不行。我一定要更努力工作。所以你是专门去找他，还是你是柜上就是经过遇到的？我就经过遇到的，我想哇，可遇不可求。你是想说哎、欸，靠柜了，想要去看一下香奈儿？没有，就经过走出去。他是展示嘛？他展示在外面。没有，他在里面啊。哦。他就在里面，然后就你知道，有时候就是那种冥冥之中他在等你，他在等你，他在等你，然后我就走进去，然后就退。对，哎、欸，怎么可以？选择成个你这个字，怎么可以？
然后就这样进进又出出，进进又出出，进进又出出。外面不是都会有一个男生的那个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哪里？在哪里买的？哎，要绿管哦，绿管那边好，然后就哇，这是最小号吧？这是小号，嗯，这是最小，因为你看我都买小的，我买大的，然后换就链子啊。它这个链子，然后看一下，感觉会不会很重？不会。哎 ，Oh my god！ 你真的，我跟你讲，你同一套衣服，我发现一个秘诀，穿搭，你其实一直穿同一件衣服，但是你背不同包包会有不同的感觉。对对，很多女生都会懂，就是哇。可遇不可求，对，真的是可遇不可求，而且好，它的为什么它这个银在发亮哎？因为你看它这个银，它这个银，它这个是雾银，就是你不会，就是你会觉得说，你看它这个银色的，对 对，它是那种感觉很 rock 的，对，但是它整个银在发光，这是浅金。就有点玫瑰金，你拉近看，它其实有点金哦。对，它是浅金色哦，所以这个是我觉得。我看哦，来这边看。然后我买了它之后，我就下了一个毒誓，说好，我不会买了。差不多，我就结束了。我结束了。那你妈妈知道你一直在买包包吗？她知道啊，她说你姐自己离开。好，你要不要开始再看一下？它这个 boy 的容量会再更大，你打开。啊，它的容量一样，手机钱包钥匙的。哇，真的好美哦。我觉得里面其实都。对，它就是一个大的空间这样子。对，但是不有一个小心的是，你不能它的旁边的东西有时候会掉出来。对对对对对。对，不有就是要就是有这个点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买完之后，我就跟巨人说好。我结束了，我所有的你今年2023买包之旅结束了。对，就是我目前想要的，目前跟之前想要的其实都到手了，了。这个你有想说什么时候拿出去吗？还没耶，还在想，还在思考。重要场合，重要首曝首曝光。但是我最常背的真的就是你的包包。对，我就是你看你去哪都是背那一个。嗯，因为它真的好实用。这个还没有跟大家讲多少钱。哦，这一样是20。20整。要20。那那是没有犹豫，另外你有犹豫别款吗？没有，就是它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方烫跟那时候是在选啊，到底要哪一个，到底要哪一个。然后那时候因为它是黑色，然后也相对比较贵。而且他们 Boy 现在好像量有在减少。对，因为他们好像现在主打其他什么19什么之类的。对，所以他们 Boy 的生产的量就会越来越少。对，所以你买到就是赚到这样子。对，所以刚好又是一个不一样的颜色。这颜色真的超漂亮的，所以这个你就没有马上去问代购说有没有这一颗了？没有，可遇不可求。对对对，真的，对，真的好好看哦。好吗？我感觉就是陈燕婷她买包是精准，对。然后你是买那种不掉价的包，对。而且我就想买特殊款，就是可以给小，如果之后真的有女儿就给小孩这样，就是这种。对，好啊，你要介绍你老公唯一的一颗包是不是？对，这是他自己买的。然后我觉得以男生来说是那种直男，然后不对于精品想要一个精品，人生一个精品，但是靠上自己，但是一定要很实用。对，就是这个相机包嘛。他原本我们去逛的时候是逛 LV， 但 LV 那时候人太多。可是我觉得男生对 LV 会觉得有点太花，因为 LV 的帆布又太对，会有点相对来说会有一点长辈感。对对对对对对 对， 對， 對， 對，所以他那时候就逛 Burberry， 然后他就这个，我觉得就男生中规中矩，然后空间他们的后背包也很好看，空间很大，对，然后就是他也用了，我们去美国买的，用了5年了，今天有了，这个对男生的需求就够了啦，他们其实就行动电源、手机、钱包、钥匙没了，看出年代感。防范防范，但是其实还是 OK 好看的、啊。对，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帆布可以用很久，你用多久啊？5年啊、喔？没有，三四年。啊，你还有其他包包需求吗？没有，没有，还是都是托贝他的。这个停产了。哦，这个好像也是。Prada 的也蛮好看的，因为 Prada 它有一个三角的帆布，也很是腰包型。但是男他对有些直男那个三角型。哦，他们就觉得太多了，太多了。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字体，就像很像你一个 T 恤上的。那就是巴黎世家就很适合你。巴黎世家，不，巴黎世家。巴黎世家。哎呦。像我以前也是绝对不买包的人，但我觉得就是人真的不要坚持，因为当一个年纪到了的时候，你会看待任何人事物会有不一样的观点跟想法。嗯，对。那我是到了生了小孩之后才发现，哇，女人有很多可以爱自己的方式。哦。我除了去按摩、去保养、去干嘛，但有时候来一点，就是比如说，不用多，但你一个精品在身上，你也是爱自己的方式。对，你会怕被骂炫富吗？
因为自己的成绩之后，我同样捐款了捐款的病毒。很像，哎、欸，对，我们很多来宾都很怕。我看我们其实身边有些人喜欢买包包、收藏包包，可是我问他，他们说，可是真的大家都怕大家骂，所以都。没啊，我每个我给我爸妈的钱，我捐款的钱也多啊。对啊。我同样回馈在我自己啊。对啊。所以骂你的人也不在意。不是啊，就是大家，我希望宇宙可以给你更多的爱。肯定是不是？对。好啦，那就谢谢大家收看了，那就是谢谢燕婷来分享她的包包，因为平常自己频道也不太会分享这些类型，对不对？我就是只有 IG 传出去，然后大家问我哪里买，才会讲而已。对，好，然后就分享很少，因为感觉就是你很想要讲包包，但是没有一个出口可以讲。可是那个包包节目也停了。对啊，一来问哦，每个包包故事全部讲清楚。他谢谢燕婷完整的分析她的所有的包包哈，那期待你未来。今年不会买了是不是？不会了，我已经差不多了。那我明年再来看燕婷买了哪些包。那如果真的有想要这个，私信我。对，藕粉色，有藕粉，藕粉，藕粉，芋头，对，芋头